为师过早，你怎可随意打人？ 正所谓，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我的忧愁，又有谁知？原来宁羹尧也有忧愁的时候啊。 陈年羹尧参见太子，私底下别这么见外。大家都是兄弟，起来吧。谢太子。来，咱们干一杯。你脸怎么了？啊，不小心撞到了。不小心撞到了？ 你不小心撞到于青啊！您就别问了，来，喝酒。你不把事情说清楚，这杯酒我是不会喝的。太子，我与荣宪公主自小两情相悦，可是想要在一起。 远远比想象中要困难。年兄大可放心，本太子一定把碍眼的家伙除掉。你说，是不是吴二滚？太子不要冲动，难道您忘了上次的事了吗？哼，我才不怕呢。太子。 微臣明白，太子都是为了微臣，但是微臣也不能陷太子于不义呀。难怪荣宪姐姐说你一根筋，我的意思是，要吴二滚屁股尿流的滚回蒙古。这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本太子会处理好的。坐吧。 这一杯，敬我弄死吴二滚。
二哥，二哥，三阿哥吉祥。二哥，嗯，你是昨天晚上是经历了什么呀？回三阿哥，奴才昨晚被太子爷拉着，想整乌尔衮的法子，奴才绞尽脑汁都想不出，太子爷还不让奴才睡觉，奴才就变成了这副模样。 太子爷，多嘴！我说二哥，你这要戏耍乌尔衮，也没必要这么认真吧？我也是为了荣县皇姐嘛，我们得想个法子，让乌尔衮乖乖回去。所以，二哥你今天叫我来，就是为这事儿。嗯，集思广益嘛。来来来，嗯，咱们可以先拿弹弓，然后呢，找一个有马蜂窝的地方，还有用那个火熏它。 你去怎么样？太子怕是忘了自己被关禁闭的样子。你听到了？我若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想要这样做。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哥哥？若是太子殿下真的为了我哥哥好，就请马上停止你的计划。既然令兄是我兄弟，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你就应该什么都不做。有道理。 世子，世子，您看错了吧？这哪里着火了呀？哎呦，这不是世子吗？嘿，跑出来了！你干的是吧？啊，玩我？二哥，玩我？玩我是吧？喂！ 你给我等着啊！二哥，有事儿啊？ 啊！呸！嗯，这宫里的点心就是好吃啊！这有什么好吃的？还不如咱蒙古的手把肉呢！到时候让你吃个够！这个你就不懂了。 这宫里的点心啊，它有它的做法，也有它独特的味道，啊！哎，好吃吧？好吃吧？啊，怎么这么甜啊？我闻到了，仿佛恋爱的味道。二哥，你平时叫我在宫里不要太张扬，但这绝对不是恋爱的味儿，这是马蜂窝的味儿。哎，啊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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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玩我，让你玩，快把前面水擦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总算给您哥舀出了口恶气了。哼，是是是，殿下，这恶气是出了，可是皇上回来，免不了会责罚。没有证据，乌尔衮能奈我何？就只能吃哑巴亏了。嗯，殿下英明。 殿下，你觉得乌尔衮会因此而放弃和亲吗？奴才觉得难，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。 世子请，请。三弟、八弟，来，咱们喝一杯。嗯，有毒吧？世子啊，本太子为前几次捉弄你的事情道歉。 希望你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原谅我。我再自罚三杯，先干为敬。原谅？你说原谅就原谅啊？那我也把你丢水里一次，你也原谅我呗。大胆！我们堂堂太子爷，是你们这种人随便就可以丢到水里的吗？ 那我二哥就可以随便丢水里？啊！你哎，三弟，世子，你乃蒙古第一勇士，其实我真的蛮欣赏你的，不过之前有太多的误会。 所以我今天特地办了这场宴席，送你一份薄礼，希望能化解我们之间的误会。不知世子是否能够赏脸呀？太子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，干杯！干杯。 听说这把匕首是你祖父流传下来的，我特地命人把它捞上来，还给世子你。快去啊！ 多谢太子，不用客气。
看来乌尔衮是没这个福分，和太子成为这个朋友了。但乌尔衮奉劝太子一句话：凡事留一念，日后好相见。本太子话已至此，世子若不听劝，也没办法。好啊，好一个话已至此。 既然太子把我心爱的刀刻上了你的名字，那这把匕首就送给你。哼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严淑媛，你来了。你刚刚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。没错没错，你刚刚是没看到啊，那乌尔衮那张脸。 都被气得发绿了，就是，真以为我们好欺负啊？你看，他走的时候连刀都没拿。你看，你们太过分了。过分？你说我过分？你平时怎么整乌尔衮，我都不会说你，可这次你们真的太过分了。你考虑过和亲的意义吗？ 你考虑过你自己的身份吗？我堂堂一个太子，为了你哥哥，为了我自己的好兄弟出了一口恶气，我于情于理，还保住了他的爱情。于情于理，我哪里做错了？你还说我过分？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闭嘴！你是堂堂太子，是未来大清的皇帝。 你做事情之前能不能先考虑一下后果？哎呀哎呀哎呀！未来整个大清朝都是我的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蒙古世子，他能奈我何呀？啊？简直不可理喻！对，我就是不可理喻。满意了吧？额娘。 孩儿就要走了，既然这里容不下我们，我和孙儿也没有必要待在此处了。走得突然，还请额娘饶恕。我这个做额娘的，代太子向你、向世子认个错，请你们原谅他吧。别走，别走。再说了，和亲一事还未成，怎么能走呢？ 太皇太后此话严重了，孩儿是真心喜欢荣县，但只怕乌尔衮此生可能没有这个福分迎娶大清公主了吧。桑丽达，感谢这几日太皇太后对乌尔衮祖孙三人的照顾，乌尔衮此生定会铭记在心。祖母，咱们回家吧。哎，都说。 家父从父，父死从子，我既已嫁入蒙古，就是蒙古人了。孙儿叫我离开，我不能不听。额娘也莫要再挽留了。和亲一事，以后再说吧。淑慧，乌尔衮。 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奴才给太皇太后请安。曾祖母，应让给您请安了。曾祖母，你不知道吧？那个乌尔衮今天被我气的。
脸都绿了，跪下。 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快走，快走！八阿哥，给八阿哥请安。免了。子君，姚军呢？姚军洗衣服去了。哎，姚军回来了。 姚军，这宫规礼仪都怎么选的？看见本阿哥，也不给本阿哥行礼。八阿哥吉祥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？奴婢不敢。还说不敢？看看你那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。八阿哥要是没什么事情，奴婢就先干活去了。 等会儿，领情呢就收下，不领情呢就扔了。我先走了。对了，有一包是给六喜的。 情不一般呢，嘿，哎，爸，刚走了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你打我干嘛呀？六喜，我发现你最近不太一样哦。是吗？嗯，姐，是不是我又长个了？之前。 从来都不跟你打招呼的，那是，咱现在认识八阿哥呀，嗯，认识八阿哥你就心高气傲了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呀？八阿哥给你的点心，真的？哇，嗯，哎，嗯，瞧你那个没出息的样。哎，姐。 八阿哥那人其实挺好的，你别老跟人家耍脸色了，行吗？两包点心你就替他说话了，我是你姐呀！不是，疼，不是这样。要不是上次八阿哥，我这病才好的没那么快。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就上次你俩吵完架，那天晚上八阿哥来找我，还给我带了好多药，全都是从宫外卖回来的。 我说你最近怎么不太一样呢？你这个鬼机灵！<笑>太子，这真挺好吃的。哎，你来一个，姐。哎，你要不要？我全拿过去了啊！要不要？哎，要不要？太子酒醒了，是不是乌尔衮又告状了？你还好意思说乌尔衮告你的状？难道他不该告你的状吗？ 曾孙只是想戏弄他一下，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小气。你还有理了？曾孙息怒，曾孙这就给乌尔衮赔个不是去。你到哪儿赔不是去呀？昨天晚上人家已经回蒙古了。什么？
皇上马上要回宫了，我都不敢想象，等皇上回来会是怎样一个情景。回去吧，回去好好想想，你怎么跟你皇阿玛交代。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？回四爷，现在满朝文武，无一人不在谈论太子毁坏和亲一事。毁坏。 我可怜的孩子，你受苦了，额娘身份卑微，保护不了你。是不是二哥是太子，所以他做错事就可以不受惩罚？如果是那样，我一定要像皇阿玛一样，做最有权利的人，让所有人都不敢欺负我。孩子，今日之语。 断断不可说与旁人。听着，额娘要告诉你一个字：忍。孩儿不懂这个字的意思。伤心之刃就在我们身边，人言事事皆为刃，犹如利刃悬在我们心头。 但这些都是我们不可避免的。为了让我们自己好过，我们只能忍。这就是本王想要说的。看懂了吗？奴才不懂。你再看看。这。 王爷，纸上一个字都没有啊！你过来，本王所有想要表达的，全都在这上面。过来，好好看看，本王写了什么？爷，这没字儿。 确实，本王就一个字都没写。苏培盛，你说对了一半，无字。此时无字，胜有字；此时无声，胜有声。此时。
无欲则刚，懂了吗？奴才懂了。苏北生，来，盯着看，看懂了再找本王。写了什么？心上有刃，心当忍，不忍则伤己，忍则可护心。爷，我懂了。情是粉黛一人，渐渐变路人，安逸无声一色拂过清晨，有缘吹敲宫门，谁人默默体温，爱过一抹红尘，花无成蝶，清白凋零我自认，低宫无非错对，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年轮，独留一身情恨自多几盆，一路人尘独守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星辰去留一道红痕，宫廷有深，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清白凋零我自认，低宫无非错对，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年轮，独留一身情恨自多几盆，一目人尘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神只留一道空门，宫廷有深绝口不提悔恨，青春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，一目人尘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星辰去留一道空门，宫廷有深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